Hello， 大家好，璇璇，璇璇。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带我去哪里？现在我带老板去看鸡啊。带老板去看鸡？对呀、啊。看什么鸡？嗯。哎，在农村都不用戴口罩的。他是我的阿姨啊。哪个？郭庆早。不是两个，一个人啊。嗯，别走，别走。带我去看鸡，萱萱，现在。好忙啊，搞那么大块，那哪里找？萱萱，在农村不用戴口罩嘛？戴口罩啊。嗯，不用戴啊。老板呢？说我不用戴、啊。我说你不用戴，在农村大家都不戴、啊，农村还是自然一点。走。嗯。哦，那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稻草不是房间。走，远吗？会，很近啊。哦，我就是要去这里玩，等一下我们去。嗯。哦，他妈妈很聪明，他妈妈捡到一个绳子绑鸡。你妈妈好聪明，哎，你跟你妈妈一样高哎。我哪有矮了？矮米，农药控。不一样啊，你很高，我高了。哦，好，你高过我是吧？啊。高兴的话好。啊，高兴，农总。这是我的阿姨啊。这么多阿姨啊？很多阿姨。阿姨是你妈妈的妹妹吗？璇璇带我去玩，在哪？农村很漂亮哦。漂亮啊。嗯，这里还有香蕉树。那我们到啰嗦，叫我那香蕉过来。再等一下，那我一起。我妈妈有菜呀、啊。有菜。啊，很多了。很多菜，再点回去。这里啊，哪一种啊？你看路吧。没事，我可以走。我后退着走。喂，小心点啊，慢点。璇璇还是很可爱的，脾气很好，人比较贤惠。长得又高挑，你们喜欢吗？现在来到菜地了，很多哇、哦，这么多菜啊！啊，很多。这是什么菜？没得到底。西红柿。啊，改猪。西红柿哇，种这么多。你说以后吃不完可以送到我家去。你跟你妈妈说。可以吗？不懂。你是什么？我都不懂啊。看呐。等一下。然后我到底有招募男。阿姨在做菜。我到处好啊。绑菜。到处好的。对呀，跟罗叔好，跟你们都。这些都是你妈妈种的吗？啊。这么多，你妈妈好勤快哦。你吃豆吗？吃豆。啊，妈妈给你。好，给我，你妈妈给我，好吧。来，免受你管到八的。你妈妈给我的都要。可以吗？我这个脸很厚的。嗯，你小孩在这，哎，你得急什么？小孩在这里。哇，哎呦，小心点啊，慢点，他妈妈在帮我摘豆子。
你慢慢再帮我摘豆子啊。你的鸡在哪里？你们的鸡？鸡养的那边。去前面看一下走，去看看其他的菜。我们走，不是，下面你的钱不能走这里了，这里的那个你看那个地都是，来走这边，这边前面。嗯，去看一下嘛。这是包菜，我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包菜。包改。嗯，你妈妈种菜有人卖吗？不卖。全部自己吃啊？自己吃。哦，吃不完嘛，这么多。没剁。没剁啊？这边也是你妈妈的吗？不是啊，那边那边。嗯。OK。那里不是。那里不是。啊啊，你去吧。你看看看，好好好 ，OK 走，够了，够了 ，OK 走，没 ，OK 走没有，哎，走过来，我跟他一起，嗯，安排红豆就上。哦，这个是秋葵啊，我还以为是蚕豆嘞，他摘的秋葵，这个秋葵对身体好啊。去前面看一下，看一下还有什么菜。走，有好。去拍点视频。这是红薯吗？这里去这里看一下嘛。这里能去吗？不能去这里能玩吗？你不能走啊，好像。这路太小了。不行，不能走。这边还种了有那个叶子菜，反正很多菜嘛，农村就是这样。不过像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种的没有，都是一片一片的，它这个是一条一条的。你们台湾人、华人或者在国外有种菜的习惯吗？萱萱，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叶子是什么？哪种？这个可以。哇，这个叶子好厚，这个用的叶子是用来干嘛的？用来拌饼啊。可以包粽子吃是吧？我不编。够了米，够了锅，不用那么多了。嗯，啊，很好。收好 ，OK。不用那么多菜了。哎，导位，导位，这个。走，现在回。你小心啊，怕路吧。没事。这香蕉是谁家的？谁？谁？谁？是你们家种的吗？不是我们家。别人家啊。是不是很多香蕉？好。他妈妈带我看了菜园。对，就是要在这种地方玩玩，很好玩的，萱萱。很好玩，我很喜欢去这些地方玩的。天天在城市里面看鸡。走，看鸡，看嘎，看鸡，好像这个说的有点别扭，说看什么？这里。啊，这里啊，好的。有没有鸡养在房子里面啊？还有摄像头，鸡养的这么好，还锁起来喽。哦，好的。农村的鸡，他阿姨把这个叶子给这个鸡吃，养这么多鸡啊？哦，没有那么多嘛。都是什么？他说你拿去吗？拿一个。很多，专门的买鸡不嘛？抓鸡抓。哦，我不能帮忙了，我开始。你帮你妈妈一下啊。OK， 好。嗯。随便随便，哦，
他妈一下子就抓到了，因为母的可以搞个母的嘛。啊，给抓一只母的去。刚才抓只小的，抓只小的，会这么大？啊？抓只小的。小啊？嗯。太大了。大啊，这个是东昌鸡啊。哦，给金光哎。ngon à, gà nuôi toàn ăn ăn cơm nguội ngon lắm. Cái chi là rất là ngon, đông trang chi. Bắt nữa. Có thể cầm cái nhỏ được không? Không cần lớn. Bắt con nhỏ nó không cần to. Cái này quá to. Cái này hơi to. Bắt con nhỏ hơn. Có thể cầm cái này cái hơi hơi được không? Nhỏ nhỏ như thế này. Mấy con nh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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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ược không? Cái nà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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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ái này,哦，太大了，我不好意思。反正大小我都没问题。这小哦，不是我们的。啊，对啊。啊，小的不是我们的。为什么在一起养？那随便吧。这小的别人呢？别人的这小。好好，就这个。哦嘿，抓鸡的时候他妈抓鸡太厉害了，一下子哦，这个小 OK， 就这个别那么大 ，OK OK OK， 母猪母猪 OK， 回家回家，抓鸡给你补补身体啊，谢谢谢谢，给你补身体，给你吃，好不好？神经？什么叫神经？这个在中国说抓鸡给女婿吃，女婿懂吗？不懂，听不懂。太好玩了。走，哎，下一关。还有我还枪。哎，你不帮你妈妈，你妈妈抓着鸡去锁门。锁起来。好，回家。哎。萱萱。叫你们，叫你他们杀了吧，我们回去不能杀。他说你动啊，敢动？我杀？别人杀了。哦。你们打算你杀吗 ？OK。现在回家了，抓好鸡了，在哪里杀、啊？在这里杀哦哦，这里专门杀鸡的，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看到吗？我看到这个了，杀鸡的。你喜欢鸡啊？啊？哎，我喜欢吃这种小的。喜欢鸡小啊？对，喜欢吃这种小的。哎，我可以拿两个呀。但是，这个鸡不好吃，为什么？哦，那个是养的饲料鸡是吧？这个是野生的是吧？啊、哦，好了。听你的，萱萱，你说什么我说对 ，OK。哎，这个小鸡好可怜，我们拿回去自己杀吧，不要你爸爸帮忙了，很累啊，你爸爸。过来，过来，我地尾切。啊？地尾切。地尾踢地。还被人家踢地。地尾踢过，地尾切。地尾踢。地尾加切的。哎。好了，这一集我们就是体验一下农家的生活，抓一只鸡。下面我们准备去萱萱的母校玩，跟大家拜拜一下，拜拜，拜拜，谢谢大家的点赞支持。谢谢大家，老师还挂。笑得好可爱呀、啊。